企业管理看国际，大家好，我是郑瑞昌，欢迎大家来到空中大讲堂，共同来探究国际企业管理。那在正式介绍内容以前，我们先来看一则有关新科技的报道。这架在 CES 亮相的白色庞然大物不是最新款的直升机，而是专门载人的无人机。You're actually not flying in the craft, you're actually a passenger. So before you get into the 184, you plot out where you want to go. So the central command system automatically dispatches to that place. 由大陆广州亿航设计出的无人机，透过平板电脑控制，时速可达 96.5 公里。一次可飞行23分钟，由于体积比直升机要来得小，因此很容易在城市间穿梭。不过一辆要价30万美金，折合台币将近1000万，恐怕不是一般人会选择的交通工具。CES 展场上另一个亮点则是韩国 LG 荧幕，只要轻轻一卷，荧幕带着走。It looks like an HD television, but it feels like a piece of paper. 厚度几乎跟纸张一样薄，目前萤幕大约18寸， LG 希望未来能够研发到50寸，就像大电视一样。只不过这台大电视看完后可以收进抽屉里，一点也不占空间。好，刚刚同学看了以上的影片，可以了解到说科技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现在无人飞机上面也可以载人哈。那今天我们要来学习有关国家这个跟这个产业层次的国际企业理论，包括像比较利益理论、国际投资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及折中典范等等。那这些理论可以从总体的角度解释国家为什么可以从国际贸易当中获得比较大的利益，以及从个体的观点探讨企业为何要进行所谓的国际化的策略跟布局。那古典学派的比较利益理论提供了自由贸易跟国际分工的主要理论基础，那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则是根据行销理论当中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式，说明企业的国际企业投资行为会随着产品生命周期而有所改变，属于动态的海外投资理论。那折中典范通常被用来解释这个企业国际化的动机，那国际市场的进入策略以及后续的经营管理。那听完了今天的内容，我想请大家试着回答几个问题。第一，说明比较利益的理论跟含义。第二，请说明折中典范是由哪三大优势所组成。好，第三，你认为目前台湾区位的优势为何？那空中大讲堂，我们下回见。好，同学好，我是郑瑞昌老师，今天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国际企业管理理论与实务的还有钟凤珍钟老师。钟老师你好。郑老师好，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第三讲，国际企业相关理论。那本讲次的单元目标，好，我们这个有一，介绍国家与产业层级的国际企业相关理论。那第二呢，了解国际贸易的形态。第三，探讨贸易理论和企业投资的行为。第四，说明海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那我们今天要来学习几个跟国际企业有关的理论，包括比较利益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及折中的典范等等。那我们请钟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比较利益或相对优势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说明为何在拥有相对较低的机会成本的优势下生产，进行贸易对双方都有利。比较利益呢，是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所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源自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
李嘉图提出了相对优势，以改进绝对优势理论的一些不足。绝对优势理论呢，它只考虑到绝对的生产力优势，但是比较利益呢，是考虑到相对的优势。如果一个国家在生产两种物品上皆拥有绝对的优势，那两国就不会有贸易的发生。所以呢，根据亚当·斯密的看法，先进国家是不会和落后国家有贸易行为发生的，因为先进国家可以享有生产所有物品的绝对优势。这个理论显然跟现实不符。李嘉图认为，这先进国家跟落后国家仍然有机会进行贸易，而且可以从中互相得利。这是一项很重要的，至今仍然没有受到挑战的经济学原理，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和经济解释力。比较利益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呢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该集中生产并且出口它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进口它具有相对劣势的产品。例如 A 国和 B 国都只生产衣服和食物，在相同的资源下， A 国生产一单位的衣服的机会成本是三单位的食物，而 B 国呢，生产一单位的衣服的机会成本呢，是五单位的食物。根据比较利益的理论， A 国具有生产衣服的相对优势，便应该专业生产衣服，而 B 国在生产衣服上有相对劣势，意味着它生产食物享有相对的优势。没有任何一方在所有物品的生产上均享有相对优势，所以呢，比较利益的本质是互利的。比较利益理论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前提之下。第一个是只有两个国家和两种产品。第二个是各国的比较利益是静态不变的，不存在规模经济。第三个是自由贸易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进行的，以物物交换为形式。第四个是生产要素在两国之间不能够自由的流动。第五个是不存在着技术进步、资本累积和经济发展。比较利益理论对国际贸易理论的最大贡献是首次为自由贸易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并且从劳动生产力差异的角度成功地诠释了国际贸易发生的一个重要起因。直到今天，这个理论仍然是许多国家，尤其是开发中国家，在制定对外贸经济贸易策略时候的理论依据。但是呢，比较优势呢也是存在着限制。首先呢，比较利益理论的分析方法是属于静态的分析。该理论认为世界是永恒的，是一个静态均衡的世界，是一个各国之间、各经济集团之间利益和谐一致的世界，这是不切实际的。再者，由于比较利益呢是由简单的模型推论的，模型中的解释有很多限制。例如，第一个，国际贸易呢必须耗费运输、关税等成本，因此如果进行贸易的成本呢高于它各自生产的成本，那贸易未必能够提升整体的利益。第二点，虽然两国都可以生产同样的产品，但是品质因素呢并没有加以考虑。第三个，并未考量呢每一个员工的劳动力成本，也就是呢没有考量了边际报酬递减法则。一国所有的生产资源呢不会有相同的品质跟生产力的。根据以上的假设，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的国家关税、运输成本、汇率波动等贸易障碍的存在，会导致贸易成本的增加，再加上投资厂商独特的技术，使得资本移动所产生的成本呢会低于直接出口的话，对外投资呢将会取代出口。好，钟老师，那接着请告诉同学什么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呢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Raymond Vernon 在1966年首次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 Product Life Cycle 呢，简称 PLC 呢，是产品的市场寿命，就是一种新产品从开始进入市场
到被市场淘汰的整个过程。 Vernon 认为产品和人的生命一样，要经历诞生、成长、成熟、衰退这样的周期。就产品而言，也就是要经历一个开发、导入、成长、成熟、衰退的阶段。典型的产品生命周期一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就是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首先呢，我们来介绍第一个阶段，导入期。导入期是指产品从设计投产直到投入市场进入测试阶段为止，新产品投入市场便进入了导入期。这个时候呢，产品的品项少，顾客对于产品还不了解，除了少数追求新奇的客户之外，几乎没有几个人实际购买这个产品。那生产者为了要扩大销路，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行销费用，对于产品呢进行宣传推广。这个阶段由于生产技术方面的限制，产量的生产批量很小，制造的成本很高，广告费用也大，产品销售的价格会偏高，销售量呢极为有限，企业通常呢不能够获利，反而常常会有亏损。 Vernon 认为美国企业相对于其他国家企业的研发人力资源丰富，创新能力也比较强，美国因而成为许多创新产品的发源地。刚刚在空中大讲堂的新闻影片里所介绍的新产品，包括载客用的无人驾驶飞机和可卷曲的萤幕，就是属于导入期的产品。还有2016年刚上市的 VR 相关穿戴装置，像宏达电的 Vive 和 Sony 的 PSVR 也是属于导入期的产品。目前呢，各大品牌车厂像 Mercedes-Benz、Volvo、Tesla， 甚至是科技业的 Apple 跟 Google 等公司呢，他们都耗费庞大的研发经费，争相投入自驾车和自驾车的科技，最终的目标都是要抢先推出全自动驾驶汽车。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第二阶段，成长期。当产品进入了导入期之后，销售获得成功以后呢，便进入了成长期。成长期是指产品试销的效果很好，购买者逐渐接受这个产品，产品在市场上打开了销路，这是需求增长的阶段，需求量和销售额会迅速的上升，生产成本大幅的下降，利润会迅速的增长。与此同时呢，竞争者看到有利可图，将纷纷跳入市场参与竞争，使得同类产品的供给量增加，价格也随之下降，企业的利润的增长速度呢会逐步的减慢，最后达到生命周期利润的最高点。近年来市场上很热门的空拍机就是属于成长期的产品，许多厂商纷纷加入生产跟销售的行列，产品的售价呢也日趋的下跌。第三个阶段是成熟期。在这个阶段呢，是指产品已经走入了大量生产，并且稳定的进入市场销售。经过了成长期之后呢，随着购买产品的人数增多，市场的需求趋于饱和。这个时候产品普及，而且的日趋标准化，毛利降低而产量大，销售增长的速度缓慢，直到转而下降。由于竞争的加剧，导致同类产品生产企业之间呢，不得不在产品的品质、款式、规格、包装、服务等方面加大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成本。产品创新呢，已经不再是竞争的唯一关键，降低成本的压力会大幅增加。生产基地会由原先的创新产品的发源地美国移转到其他已开发国家，进一步再移转到开发中国家，以追求更低的生产成本。例如目前智慧型手机市场整体的销售增长速度变得缓慢，同业竞争非常的激烈，连销售 iPhone 手机位居全球手机龙头地位的 Apple 公司，在2016年也首度出现了销售和获利双双衰退的警讯，显示智慧型手机的市场已经渐渐走入成熟期的阶段。接下来是第四个阶段，衰退期。衰退期呢，是指产品进入了淘汰的阶段，
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消费者习惯的改变等原因，产品的销售量和利润持续的下降，产品在市场上已经老化，不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市场上已经有其他性能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足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时候成本比较高的企业呢，就会由于无利可图而陆续停止生产，该类产品的生命周期也就陆续结束了，以致最后会全部退出市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消费者偏好的改变，功能型的传统手机呢走入了衰退期。曾经是手机业霸主的 Nokia 公司，因为没能跟上时代改变的浪潮，黯然走入了历史。国际投资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行销学上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逻辑是相符合的，两者都强调企业的产品竞争是由创新导向逐渐转变成成本导向的过程，而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所强调的不同竞争导向就会导致在不同区位的生产跟投资。但是国际投资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它所强调的是创新是由美国向其他先进国家再到开发中国家散布的过程。这个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初期，美国国力鼎盛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美国已经不再是全世界唯一的创新发源地了。像韩国的 DRAM 产业、日本的 LCD 产业，还有欧洲的生物科技产业等。此外，目前资讯 3C 产品的国际生产分工乃是以每个国家负责做自己最擅长的项目，例如手机几乎同步在全球各地生产各种零组件，而不是由某一个国家掌控了所有的产品技术。因此今天许多国际生产的现象已经不符合国际投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主张了。好，谢谢钟老师。那接着呢，我们请钟老师来告诉同学什么是折中典范。好，折中典范是英国学者 John Downing 在1977年提出的理论，他以三大要素来解释大部分企业国际化运作的情形，分别是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当你透过了分析跨国公司国际生产格局形成的基础，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首先呢，是所有权优势，表示企业本身所具备的优势，也就是它所具有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又用来应应外在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机会或威胁。所有权优势包括两类，第一个是资产相关的优势，企业所具备各种无形跟有形的资产所组成的优势，例如了专利权啊、商标、产品创新、生产管理、行销跟人力资源等。第二种呢是营运管理相关的优势，是指经由营运管理而得到的优势，企业在全世界跨国经营，整合各处的资源，规避各种风险，从而全面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所获得的优势。第二种是内部化的优势，内部化优势是指拥有所有权优势的企业，为了避免外部市场的变数对企业利益的不利影响，而将企业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的能力。内部交易比非股权交易更节省交易成本，尤其是对于那些价值难以确定的技术和智慧财产。而且内部化呢，将交易活动的所有环节都纳入企业统一管理，使企业的生产销售和资源配置趋于稳定，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得以充分的发挥。那内部化优势有包括三种，第一个是控制上下游的品质跟确保来源，企业自行建立某些供应链的制程可以取得一些利益，例如企业为了确保充足的供应来源及上游供应商产品的品质，或者是确保物流管理及避免遭下游通路商的牵制，因而上下游垂直整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供需体系。第二个是内部化以减少交易成本，
如果企业在跨国市场没有内部化的行为，将会造成跟其他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包括呢寻找合适的交易伙伴的成本，拟定跟执行交易契约的成本等。所以当企业在海外营运的时候，处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之下，潜在的交易成本会变高。若企业这个时候自行内化生产供应链，就不需要再仰赖出口代理商或者是授权生产等国际方式，以降低跨国交易所可能产生的交易成本。第三个是内部化以谋取策略利益。企业自行从事某些生产活动以谋取策略性的利益，例如企业因不需要和其他的企业共同执行某些决策，它可以自行呢进行策略性的定价或者是进行交互补贴等利益。第三个是属于区位的优势。区位优势是指某一个国外市场的投资环境相较于企业母国市场更有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也就是地主国的投资环境的因素上具有优势的条件。当宁教授说，区位优势包括第一个是资源禀赋。资源禀赋最常见的是矿业公司，他们会在资源矿藏丰富的国家设置公司，便于开采，这是属于资源禀赋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品质和生产力。生产要素最常见的是劳工、劳动力。劳动力的价格，很多国际大厂为什么都往偏远的国度去寻找劳动力？因为那边的价格便宜。可是相对的，如果是要找高品质的人力资源，常常要找的是属于像台湾、中国大陆这样的国家的劳动力，才可能会有比较高的生产力以及品质。第三个呢，是国际运输以及通讯的成本。如果这个国家尽管劳动力很便宜，可是如果当地的基础建设不好，对于东西生产完要出口到世界各地去，国际运输的成本很高，或者是与国外联络的成本很贵的话，这些也不构成好的区位优势，这也是投资当地的时候需要考量的。所以有很多国家为了吸引外国投资，政府会承诺加强当地的基础建设或者是通讯的设施。第四个是当地投资的诱因或障碍。有很多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就在税制上、法律上给予很大的宽容跟减免。那有些国家要阻碍某些产业在当地跟当地的产业形成竞争，就会设下障碍。这些都是属于区位的优势要考量的因素。第五点是基础设施的提供。除了刚刚讲的运输以及电力之外，其他的水电跟道路、桥梁这些基础设施的提供也是很重要。尤其是如果厂房是位在偏远的乡间，如何对外交通将是一大考验。第六点呢，是政经文化社会的差异。基本上投资呢会先往同文同种的地区去，就像很多台商首选的投资的标的国家都是在中国大陆，因为我们是同文同种的中国人，然后我们讲了同样的语言，生活习惯跟价值观都很相近，这时候去投资的话，对于文化的融合会没有障碍，这样子会很快的就可以达到该有的组织的成效可以显现出来。然后第七点呢，是政府的政策和管制。如果今天政府的政策是开放的、欢迎外资的，跟一个政府呢是封闭的、加诸很多管制的，这些都是一个国际企业要进入当地市场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如果某一个国外市场相对于企业母国市场在市场环境方面特别有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那么这个市场就会对企业的跨国经营产生非常大的吸引力。当你认为在企业具有了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这两个必要条件的前提之下，
又在某一个地主国呢具有区位优势的时候，这个企业就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对外直接投资就成为企业的最佳选择。很快的呢，又来到这个讲次的尾声。那综合刚刚的说明，可以知道海外直接投资的发生可以分三个条件。第一，厂商必须具备某些先天性的企业的竞争的优势。那第二呢，拥有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厂商，他以内部化对外投资方式所获得的利益要大于透过市场机能，就是直接出口所获得的利益。第三，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后，企业可以根据最低成本呢投入原则来决定在哪个地区设立据点，即取决于区位化的优势。那在空中大讲堂当中，我提出的三个问题，不知道同学心里有答案了吗？那第一个问题是，请说明比较利益的理论的意涵。请钟老师回答一下。比较利益的理论是指在拥有相对较低的机会成本的优势下生产，两国进行国际贸易呢，对双方都有利。好，那第二个问题是，折中典范由哪三大优势所组成？好，折中典范是英国学者当年在1977年所提出的理论，他以三大要素来解释大部分企业国际化运作的情形，分别是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及区位优势。当你透过分析跨国公司国际生产格局形成的基础，说明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好，第三个问题是，您认为目前台湾的区位优势为何呢？所谓区位优势呢，它是指跨国企业在投资区位上所具有的选择优势，也就是说可供投资地区是否在某些方面较国内更具有优势。投资区位的选择要受到生产要素和市场的地理分布、生产要素和运输成本、投资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台湾所具备的区位优势有：第一个，我们台湾存在着活跃的中小企业，产业聚落呢发展很成熟，形成严密的上下游供应链，可以充分支援创新产品的量产商业化。第二点，我们台湾的员工素质优越，而且呢兼具了现代化的管理经验。第三个，台湾的水电交通跟电信等基础建设完备，并且设立自由贸易港区、科学园区、工业区和加工出口区等，满足各类投资产业的需求。第四点呢，为提供来台投资的诱因，政府规划了多项税务政策，及针对产业升级提供了研发支出投资抵减等措施。第五点，台商在中国大陆生根投资已久，台湾俨然成为连接国际与中国的重要桥梁，是国际企业呢进入中国市场的最佳伙伴。好，谢谢钟老师的补充。那其实呢，我们有以上钟老师的说明，其实台湾也有很多的优势，所以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那今天最后呢，谢谢大家参与今天的课程，我们下回见，拜拜。